的东西吗？刚刚有人走上去了。电脑教室，我从另外一边门进去。还是会有人进来。老大，有人画六芒星，应该欧北威。鸟啊鸟鸟鸟，没事没事，叫啊叫啊。哎呀哟！这好像诅咒了。对啊。
或不懂一点，就是他们为什么这种地方废弃以后都会变得那么凌乱？会不会就是有人来乱的？就是要敲东西、偷东西？就是有人来搞破坏。你看，像这种电线这样子掉下来都不正常，一定都是有那种治安人口，然后跑来这边偷东西。我知道这下面很多什么打生存游戏。对呀、啊，那他们来也不能破坏这边啊，打生存游戏比较大嘛。有地下很多 BB 弹。对呀、啊。打 BB 弹。什么看前面大作业？对啊。有门不走，前面有门啊，谁知道？哦，代表我们也变瘦了。手机你给我，这味道我 OK。拿着进去。老塞黑啊，翻酒。那边有声音，你刚刚没听到吗？有好声，
听到有女生的声音啊，你有听到吗？没听到，你从旁边出来。刚刚有人走上去啊，我听说了，我都怕摔倒了。